一探就探下去，没有这么受尽的名字。美人鱼公布长达13分钟的幕后花絮，让人见识到星爷指导演孔的另一面，亲自指导演员的每个小动作严谨仔细，和荧幕前的无厘头大不相同。但最重要的是表情，就是诱惑的。星爷他心里面的节奏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拍子。还有人鱼洞的设计与拍摄，让演员也赞不绝口。因为我们有将近10几米的一个大的瀑布，然后包括这个工厂，整个原来我知道是一个空的一个工厂。拍摄美人鱼当然免不了要下水，演员冻得发抖，星爷也不会心软。小猪罗志祥回忆其中一幕倒吊戏码，差点要吐出来。一次还可以，两次快不行，三次快往生。希望坚持。不过星爷的严格要求却也让所有人的演技大爆发。罗志祥搞笑八爪鱼让星爷看了也忍不住偷笑，演戏又像打仗又像游戏，周星驰扮演其中的灵魂人物好像没有累的时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